山东蒙阴岛彩虹蟠桃，哎呀，一次一个不吱声了，软甜多汁儿啊。都是现宰现发的啊，他家这个桃子啊，我都卖了将近2、3年了吧，然后品质嘎嘎好，只有就是6月份到7月份能吃到这个桃子啊，平时的时候没有。所见即所得啊，真的就是纯甜啊，说到我硬吃就是甜脆，要放两天就是直爆汁儿啊。